抢救骨盆大作战，靠自己最好。透气的靠腰枕，我不是在骂人，它就是放在你这个腰的位置，酸痛的问题有改善。靠腰枕它如果加上一个温度，效果才会加成到500%。骨盆正正朝这样子转，比较痛的那一边就吸气。它的骨盆根本一直跟着歪，骨盆腔抵住墙壁，手抵住墙壁，用这样子去是有效的。今天晚间9点，妈妈好神，东森超市33频道。